泄气声很大，然后吓到了，吓死。然后突然刹车了。我是刚刚那喝的那2012年了。7月24号，北方刚刚的9:58，头牌的是2017少量化特种烟线限量树林的，绿色压3万多9900，蓝七千块色。差点魂飞魄散，然后突然那个高飞出来，我的4017在热缸站，它先稍微处理一下，那两还有两节车厢没有停进，现在是要做降工再升工，来看问题处理，懂吗？我妈以为是撞到东西，好像好像要不是。现在像声音就怪怪。937。先等了，这个那个，我现在就声音超大的，7月24号，那把什么云灯等那看的，是吧？看来想要，7万多9万。